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七。过两天老婆要来深圳，所以说今天去超市买一瓶洗衣液，然后买点那个抹布，回去把家里的卫生大扫除一下。我们现在去超市买吧。好了，我现在已经到了超市，我看一下卖洗衣液的在哪个地方。这个洗衣液好像在做活动，只要9.9元，然后还送一块去油的抹布，感觉挺划算的，就拿这一瓶吧。好，现在已经买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搞厨房卫生，厨房有点脏，这些都是油脂，这些等一下要好好清洗一下。还有这太下面都比较脏，都要好好清洗一下。这个盆儿也是花黑花没了，把它搞一下。好了，现在先把这些东西都拿出来，等一下把它全部冲洗一下。好脏啊，看一下，大概有大半年没有搞过卫生，厨房嘛比较脏。然后这个油烟机这个灶这里也很脏，给它全部冲洗一下，不知道洗不洗得干净，很脏。好了，现在给大家看一下，有没有觉得搞完之后是不是干净了很多呀？这些全部都洗出来了，包括在下面全部都洗干净了，大半年没搞卫生了，搞了干净多了，墙面全部刷得白白的，看上去心情都好很多呀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来搞厕所卫生。刚刚把厨房搞完了，厕所这些地方也很脏，长时间没搞，把它全部冲洗干净，都脏得很。洗衣粉，洗厕所。好了，现在把这个柜子都收拾一下啊，这些不要的垃圾等一下把它全部拿去丢掉，把这个柜子擦一下洗一下，然后这沙发上的东西等一下把它整理一下摆一下。好了，现在开始把地拖一下，把垃圾丢了差不多就搞完了。好了，看一下，现在卫生基本上全部都搞干净了，这地面也洗得很干净，这些地方也洗得很干净，厕所的卫生也洗出来了，这地也全部拖干净了，收拾好了，沙发也全部弄好了，收拾干净了，风扇打开吹一下，地吹干一点。